9月17号，九月我们一定会中秋节嘛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团圆大烤肉。今天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好像也没有，有一些突然不能来了。我们现在要前往去采购，所以现在后面没有人，我们就直接到采购的地方集合吧。那是谁？这是谁？我突然吓到了，他迟到。有看到他迟到， yes. 但我们还在等一组人嘛。对，我不是最后一个，太好了。先不要说是谁，先不要说是谁。好。哇，是谁？是谁来了？我。我们是丸子，丸子。我没有，我们是大润发组啦。不帮忙。我在打字哎。六岁。我帮你了嘞。打字。香，回来了。看，这是我们买的，哇，海鲜、棉花糖。还有很多肉 ，Costco 的肉，对，那边已经开始在生活了，耶、yeah, ，他在穿鞋，对，好了，开始，你在拍我吗？这边是备料组，对，耶、yeah ，是亮的在里面还是备料组？耶，亮的在里面还外面？又忘记了，不知道，永远都忘记了，没猜啦，你去拿奶油。不知道你，慢慢。这种五斤要多少盐啊？不知道，就可以捏。这个是细的。不会太多，超多的，那不行。摆得很好看。哇！看，刚放上去。不能放上去，不能放。会录哦，好，那你读了。我们专业涂烤肉酱。业余的。巴西豆干。要涂到那个叉叉里面。有叉叉吗？有吧。我看到了。还有这个。好。小意外，小意外。不知道男生都死去哪里了。在里面吹冷气。除了祖雄以外，其他的都死去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是唯一一个男生啊？反正你没有关系啊。因为我被他训练过。哦，你看，其他男生都没有。你认真的，你不要没有，这边都单身，这边都单身。我今天单身，我今天单身。你讲就来了，为什么你今天单身？背后男友。什么背后？我去哪？我去哪？我走了1-2公里耶。还好，及时出现，看一下外面的太阳。废物废，另外一个废物来了，废物陆续出来，废物陆续出来。没有快闪，一讲废物马上。废物全，他们有那个自动侦测那个名字，废物全出来了。你看我的，哇，我就看你这怎么考，就可以。这个洋葱会不会很多？不会，你让他吃苦头，他知道。好吃。他遇到挫折就知道。这叫什么？这叫 super 后加。super 后加。小时候发过高烧。我小时候发过高烧。要有一点葱白再葱绿。有。他全部都是葱绿，葱白是最有营养。葱白腥啊，对啊，腥啊，有那个味道。你知道有一阵子一个营养师说的葱白的价值，然后葱就起价。这个是他也是乱讲，他不想听这个。大家营养学学起来哦。哦，你看祖雄的漂亮，你看。祖雄的漂亮，那他的漂亮吗？这个是经济实惠的。哇。你看，我就说盐巴要加很多，他们才会开始活动。好可爱哦！啊，他没有嘴巴味，用嘴巴味。啊，变态！有人说他嘴巴味。你变态！是你要用嘴巴味还是加纳？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哈哈！
上次我给他，你记得上次我给他摸那个奶奶的时候还是？但其实不是用嘴巴喂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完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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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他玩游戏不清。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布置，就是今天这个月九月是主凶，其实晚一点贝娜会来，所以我们就是有准备两个蛋糕，就是要给他们惊喜，所以呢就布置了这个，趁他们在外面烤肉的时候。有看露营那一支影片的话应该知道，就是不是要做一个整人蛋糕吗？我们就用来今天做，就是要送给贝娜。然后贝娜早上不能来，因为她有工作，所以我待会会出去接他，就是等他工作完，然后回来之后就会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就是祝贝娜还有祖雄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! ！好，就是这样。那我现在要出去。全部都是肉，全部都是肉，这边都没有吃。他摆的。我第一次烤肉，这个是 freestyle。OK。freestyle。你知道怎么看他熟吗？不知道。怎么看？差不多熟了。那这样是差不多。对对。那样子。对，这样子。红应该是可以。它刷酱就代表是可以。嗯。刷可以打了。哦，我们的淘宝来了。淘宝。嗨，我们的蛋糕来了。对啊。有看到吗？哇，好可爱。非常好，好说起来。出发去接贝娜，耶、yeah! ！这是谁？我来，等一下。女主，你旁边吗，美女？对。好巧不巧，哇，你的运气很强了。生日快乐！是什么？拍你啊！超可爱的。从两边拉开，两边拉开，拉开。太可爱了吧！我喜欢这个小姐姐。对你回家再读，现在读太尴尬。啊，谢谢你。Yeah! 啊，爱你爱你。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好 ，Go Go。慢慢走，我把旁边也补起来。这边也谢谢，谢谢。拿刀子，没有给刀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
饼酥蛋糕，我们自己做的。你可以说他做的。蛋糕甜点师，甜点师。深深的祭祖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生日快乐，快快乐，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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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一个快乐哎！啊，你们烤肉？对对对，烤肉。打个招呼。好。我有味道，See you.
几号？九号。九号。我十七。对。我的妹妹八号，给你恭喜。啊！七。那妹妹要不要？妹妹可不可以？妹妹可以吗？可以啦。有成年吗？妹妹。妹妹有成年吧？可是妹妹比她高。我可以只咬你吗？可以啊，谢谢啊。我这个超难，只要你可以。看一下正确的，这什么对话？正确的，哎，没掉哦，是不是？他要吃彼得。彼得，来，彼得给你。那大家自己认领哦。好大哎。彼得好大。对。哎。这个块太大了吧，啊、我吃不完了。耶、yeah, ，结束了，现在几点？四点多，11分，对，大家走得太散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做结尾，自行结尾。来跟大家说什么？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过了，这可能10月才会上哦。对，那双十节快乐！双十节快乐！双十节快乐！我们刚说现在10点多，你看这个人还要去夜店玩，他还有第二段，他还有第二段，第二段完可能还有第三段，没有第三段，他可能是韩国人吧。今天早上可能无限续通，早餐，你开始补妆了有没有？没有，头发要年轻的，头发只想睡觉，我完全看不到。那呢，要去送贝娜忘记带走的蛋糕，超好笑。大家最后还是可以见到贝娜一面。贝娜蛋糕来啦！我这里就很爱你，因为你是我最爱的。窗户，这个是豆腐。豆腐有我们独立的保护。豆腐在房子里面。对，但是它有躺下来了。好，大家拜拜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。爱你们，拜拜。拜拜。